教你的咯。咁我哋依家喺 São Domingo da Mina 有個區域，咁啊 Cascais 之前同 Campo Velho 呢個區，咁啊價錢咧就$287,000，啊非常之開揚嘅感覺。平時$400租金咧應該去到1000至1200，有少少景啦，我哋一樓。咁咪坐 lift 啦，有兩個 lift 撞嚟嘅。都算係里斯本之前嘅一個區咯。咁我覺得呢啲咁嘅區域咧，遲啲會升值嘅，升價，因為係喺里斯本外圍。如果你想想里斯本幾年之內，六七年之內升了一倍，那這些區域一定會升。小小的陽台，有中央暖氣，叫做水房。落地衣櫃。全部裝修好曬啦，新淨嘅感覺咯。呢個樓2005年，我依家有兩個浴室、三房、一廳。呢啲但係呢個地區咧，就一定要揸車啦。前是$285,000呢個 T3， 咁啊兩個浴室，咁啊包埋一個車房同埋一個儲物室，咁4800嘅 size 咧就係125平方米，咁個年份咧2005年嘅。咁我覺得咧呢個區咧係依家我哋係不停咁發掘啲未發展中啊或者發展緊嘅區域啊，遲啲有啲潛質可以會升值嘅地區咯。咁啊，我覺得嚟講，我睇咗咁多樓啦，哇！見到個飛機降落啊！咁我哋依家係喺 Cascais 同埋里斯本嘅中間，咁咧佢就話一個樓價咧係低咗嘅。咁啊，里斯本你諗下，如果咁嘅性價嘅樓房咧，就要7、8年前就200多K 啦，依家都升到係600K 左右啦，即係升咗一倍啦。咁就諗下，我哋要揾啲地區，第日可以會有個咁嘅升值能力。咁呢個區可以考慮嘅，但係唔近火車站咧，係要揸車先可以到火車站。但係咧，係算係 Cascais 同埋里斯本中間，咁所以都冇得走㗎啦嚇。我覺得價錢咧會升嘅嚇。咁喺呢度附近有個中學啦，我哋一係一樓嚇，喺一樓就兩度 lift 嘅車房就呢、這個嚇，有17平方米咁啦。個儲物室就係咁樣一排。哦，都幾大個儲物室。6平方米。OK 喎，可以抌好多廁紙。